没想到陈坤低调的乞丐装让人看得有点想笑。众明星群聚于央视虎年春晚114连台，大家都打扮得精致靓丽，年轻一辈更是穿出了红毯的味道。没想到陈坤反其道而行之，第一眼看出了是哪个地方来的难民，可与乞丐装相匹配了，真的是低调的不行。反观王嘉尔化身成男模，一身黑色面包服搭配红色西装裤，看起来干净利落，潇洒帅气。郁可唯穿着时尚的墨绿色羽绒服，虽说和蔼可亲，但有点像发面馒头包贝尔拼接的羽绒服，是小编欣赏不来的美。这么久没现身的陈坤，真的是给了观众一大个惊喜啊。